龙哥老板突然间发了一份 PPT 给我，可是里面的字体呀、啊，或者是它的格式啊，全部都是错乱的，我要怎么办？不要担心，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个神器呢，叫做格式刷，我们掌握了之后就可以生生生刷出你想要的一些格式了。怎么样能够快速的更改文字格式呢？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格式刷啊，比如说呢，这是一个宋体的原本的格式，这个是微软雅黑加粗了。我们能如何能让这个宋体啊变得和这个一样呢？我们直接选择它，格式刷刷它，它就变成这样了。那这个是特殊字体啊，书法字体，我们选择它，格式刷你一刷，它跟你变得一模一样。你选择这个蓝色的，你格式刷一选，选它，哎，也是一模一样的格式刷。好，那这些也是一样的，这是原来的图片的这个、不是图片，这是形状。你选择它，格式刷刷它，一样变成这样啊。选择蓝绿色，格式刷刷它。选择这个没有框的啊，就是应该这是没有底的啊，没有实心填充的，选择填它，格式刷就好了。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格式刷你可以选择它，选择这个哦，任何一个双击格式刷，你就可以一直刷，一直刷，一直刷，看到吗？那怎么退出呢？按一下键盘上的 ESC 就退出了啊。你也可以选择它，格式刷，一直刷，一直刷，一直刷。摁一下键盘上的 ESC 就退出了，所以呢，快速的更改文字格式一定要记得用格式刷，双击格式刷可以一直刷。